快樂！新一年咧，梗係要有啲新挑戰俾自己，咁先會有進步噶嘛。而呢一日就有兩位嘉賓願意接受挑戰，比拼話賀歲話。歡迎蔣嘉瑩、謝高俊，歡迎兩位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先問下兩位先啊，兩位唱歌好聽唔使多講啦，畫畫又得唔得㗎？畫畫我就問水啲啦，同個仔仔畫下啲火柴人咁樣咯。係，我就細個有嘗試過學過素描，同埋有少少山水畫嘅經驗，希望今日都可以幫到下手啦。嗯，嗱唔緊要，呢日我都揾咗位高手，希望咧協助到你哋嘅，我即刻過去揾佢。大挑戰啊！好，過去啦，過去啦。呢日請到畫家黎家驅老師教兩位寫字畫。黎老师仲专登先画咗一幅牛字做示范，佢话字画最好一笔过去画，咁先至有气势啊！咁啊，黎老师咧，因为今年系牛年啦，需唔需要有啲牛啊或者其他嘅吉祥嘅动物要画喺幅画入边嘅咧？写个字嘅牛都得噶，然后咧再配条龙头喺度仲靓添，即系啲霸气就出晒。系啦，出晒嚟啦！一般嘅毛笔系咁样揸噶，系啦，但毛笔就要咁揸啦。哦 ，OK， 好似揸原子笔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开始见到啲粗幼嘅线条出咗嚟啦。我叫老师唔差，神似喎，都有个牛字喺度啊，系啦系啦系啦，好画个龙头先，跟住龙头，你有霸气啲噶，系霸气啲，都唔差，系啦，叫个名先，呢个名字值钱，呢个名字值钱啦，又俾大家睇睇，展现咗 Vivian 独特嘅风格，同师傅有少少唔同嘅呢个，各位观众知唔知道呢个系咩字咧？高俊又画一幅，嚟你又揸支，好到你嚟啦，唔差，好似有学过下喎，真系，系啊，好靓喎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真系好靓啊！似个牛字啊 ，K O， 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，又俾大家睇下先，整好，好啦，呢个就系，系啦，呢个牛，系啦，好靓好靓，方有千秋，抽象到，咁真系打和咯，你有冇边幅靓啲啊？翻去千秋，但系一对比落老师嗰度就。唔好俾，唔好俾，唔好俾，蚊俾同牛俾，唔好俾，唔好俾。睇嚟谢高俊画技比 Vivian 稍胜一筹，不过 Vivian 就胜在有心思。新一年一于和气生财，呢次比拼打和啦。好啦，咁画完画咧，不如都趁呢个机会都展望一下啦。牛年咧会有啲咩嘅目标愿望希望实现到呢？其实我最紧要就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，希望大大小小嘅音乐嘅节目都可以正常咁样进行啦。我就展望新嘅一年可以带多啲更加多嘅好歌俾大家，同埋一啲可能喺电视啊或者系电影上面嘅一啲作品俾大家。好多谢几位分享啦，最后我哋都一齐祝观众喺牛年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